现在唯一能战胜的就是幼年体的哥斯拉，因为体型比较小，战斗力不足，幼年哥斯拉已经被干掉好几个了。岛上几乎看不见游客的身影，只留下了一些恐龙的尸体，还有十几只哥斯拉，他们就像霸主一样霸占了整个岛屿，在园区内肆意妄为。难道我辛辛苦苦建造的恐龙岛就要毁于一旦了？不，我不甘心。嗯，哥斯拉好像已经离开了恐龙岛，都向附近的森林跑去了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巫博士的目的达成了？辉哥，应该是他们看不见游客，没东西吃了，所以他们就暂时离开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走远，随时有可能再过来报复，我们要想想办法啊。他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。